您好，欢迎收看即时新闻现场，我是冯维芝。来关心到艺人汪建明过世，享年56岁。汪建明的妹妹也透过了脸书来证实死讯。汪建明在去年的11月检查出肺腺癌4期，经过10个月治疗，原本状况有好转，还努力撑住病体复出工作，但没有想到在8月底的时候癌细胞失控，再检查已经侵蚀全身的骨头。9月初住进医院之后就没有出来，并且在昨天晚上的7点14分病逝星光医院，享受56岁。